布鲁斯 P5 平台式高速电脑泵缝机，采用德国工业设计，具备通轴传动、一键还原、恢复出厂设置、面料适应广、语音导航等超强性能，剪线开，同时可选配右切刀、大针锯、滚筒缝、盖缝等专用机型，是缝制长片针织类服装的最佳选择。性能稳，不断线。 P5 内部采用通轴设计，有别于市场上其他品牌采用的连轴器连接设计，导致机器运行不稳定。通轴传动设计可使机器在缝制过程中更加平稳耐久，而且降低了整机力矩，使缝纫过程更加轻快，保证缝制全程不易出现跳针断线等现象。我们对针板及压脚进行优化设计，在缝制网纱薄料时面料不起拱，同时 P5 台压脚高度可达7毫米，保证在缝制厚料过骨位时不跳针不断线，且线迹美观，速度快，出活多。 P5 最高转速可达5500转每分钟，起缝只要0.2秒即可达到最高转速，缝纫轻快，且缝制完成后自动剪线、自动抬压脚，出活快，效率高，功能强，更好用。每一步操作都有详细的语音提示，剪线开，如出现故障时按语音键即可播报专业的解决方案。请检查剪线刀是否回复到位，若回复到位后安全开关灯不亮，请调节感应支架位置，若仍不能正常工作，请更换感应器并通知当地维修点。同时 P5 还设有一键还原功能，恢复出厂设置可根据需要恢复到自行设定的参数或出厂参数，用户可大胆使用操作，不必为误操作而烦恼。除此之外，客户还可选配右切刀上花边、大针锯缝毛毯、滚筒上领、盖缝压骨等专用机型，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。布鲁斯 P5 平台式高速电脑泵缝机，我们坚持用最新的科技给您带来更好的缝纫体验，为您彻底解决跳针断线难题，让缝纫变得更加轻松。怕跳针怕断线，就用布鲁斯。